家教育，我是林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个新成员，那我们请他出场。兔小虎，鹦鹉兄弟，不是兔小虎。对，你本来就在。鹦鹉兄弟跟大家说 hello。hello。嗯，好，很乖。那我们今天要去动物园。怎样？傻眼了、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Let's go！ 那我们现在鹦鹉兄弟又跟大家说 hello 喽。hello。 那我们现在在前往动物园的路上，我们现在正在躲那个电梯。电梯在哪？动物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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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静。上一个好不好？哇，动物园，不要！动物园，动物园，动物园。好了啦，已经到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停车场，鹦鹉兄弟他非常的高兴。说什么事啊？我很高兴。好，那我们不要看那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前往动物园喽。动物园，我等不及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即将前往动物园，我们现在已经在停车场了。有没有很期待啊，鹦鹉兄弟？有。太小只了。好凉哦。这个只能上一个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正在前往动物园的路上。那现在还在走。哎呦，很长一段路。很长。那边应该下午了哈。走到那边，走到那边应该明天了吧？好，那我们明天见。拜拜。不要了，继续走啦，动一下走的过程吗？它上盖那边有牌子写台北市立木栅动物园。鹦鹉兄弟，你期不期待？他写台北市立动物园，他可能写木栅。好啦。反正就一样嘛。哦。鹦鹉兄弟，你期不期待？啊，期待被老虎吃掉哦！这鹦鹉兄弟有问题，回家把它吃掉。好吵啊！我都还一直放屁。芋泥香鱼。我们要做芋泥香鱼的话，首先我们要先去买一条鱼。听见下雨的声音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家。首先，我们要做芋泥香鱼嘛，放一坨芋泥在碗里，接下来把香鱼放上去。好 lucky， 芋泥香鱼好幸运，芋泥香鱼好幸运。芋泥香鱼，芋泥香鱼，这梗不知道可以玩多久。他好像真的在看镜头哎。无尾熊，我们来陆地上，好像那个探测器哦，宝物探测器。哦，这是谁？人猿。这里还有个人员，不知道有没有拍到。那这个是长臂猿，那里还有个长狐狸脚，狐狸脚，狐狸脚，这里有个狐狸脚虫，还有黑猩猩，佛山狐狸脚，黑猩猩，再来，那位是。台湾猕猴，啊，门口在排队了呀！哇，要排队进去啊！浣熊，怎么又要排队了？狮子，好犀利啊！小猫咪，那个就是云豹了吧？猜对了，阿豹，阿宝，阿宝。
那个是花豹，那个是台北市立动物园，那个是骆驼。有三标，三八尺，三八尺，三八尺啊。程序生涯，只见角羚羊，去弱标的地上。好热，大排长龙，呜，满满的人。我们画面来个人人人人人人人，满满的人，哈哈。啊，扫掉扫掉。看起来有点像，太重。圆山动物园。不要碰。踩到他自己的地方。